你不知道家里边多热，这都烫手拿不住，我靠，化了。盘点今年夏天到底有多热？这个也太夸张了一点吧！这个你看，天哪，太好笑了，怪不得快递给我打电话笑疯了。我的天！河南到底有多热？等一下你们就知道。我跑了一圈就成这样了，我真服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今天不是，你飞机实在多了，太热。呵呵呵，出门两小时，盆里的衣服晒冒烟了。家人谁有啊？谁有啊？救命啊！咱就是说啊。哈哈哈！你妈长春给狗子热劈叉，直他妈翻白眼儿啊！给你看一下我这双，一整个惊涛骇浪。婚礼头上我发现两个袜子怎么软了？可能是天气太热的原因。我想用手扶一下，发现扶都扶不起来。河南你真行啊，我东北汗蒸房才40度。前两天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妈我暑假不回去了，我好好干点活，我挣点钱，我好好学习，我自力更生。妈我后悔了，我回东北，河南下火了，我不能录了，这手机要爆炸了。看看河南到底有多热，你看看这风扇，风扇跟外边经过太阳晒的天气不一样，把河南都整成这样子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这么大的太阳你不热吗？热不热？热热不热？说